咱们打。这方子这一是为了是包围是吧？哎，包围不让透气，不让透气，不吃。啊，看着就突然让我想起了那个新疆，新疆馕坑烤肉、烤羊啊，烤羊就这样啊，哎哎、对，有点相似。嗯，烤几个小时就熟了？烤一个多小时吧。一个多小时。哎，烤肉的老板是在自己家里烤，这是他自己的家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周边的环境啊。这是一个山东日照农村的一个小村庄，这个老板就在自己家里做这个烤猪。这个村庄环境非常优美，很古朴的一个小村庄。这是下面是小火，就是小火的那个炉子。上面是烤猪的地方。啊，老板从这个地面到这个上边一共得有几米高啊？三米高哈。那么你这炉子就是说三米高的炉子是吧？现在也是刚出那个外皮呢，你看。啊，走嘞，坐进去。哦，打算这凉水是去冲这上来，这叫温哈。再试试好了，还有点大。咱不大，我穿的带手，你那个拿手的来。老板，这次猪有多重？320来斤吧。320斤。哦，不小啊。哎，放着大猪啊。哎，现在忙，不放大猪。这个猪你是什么自己杀的猪还是？自己杀的。自己杀猪。哦。像这种烤猪，除了那么直接吃之外，还有什么吃法？怎么个吃法？哎，它吃法很多，很多。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啊。炖汤、炒菜。炒菜。也炖土豆，炖冬瓜。哦，炖冬瓜、土豆都可以哈。都可以。啊。多种吃法哈。多种吃法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我以前吃的时候都这么直接吃，没做过其他。啊。做法。可以。选个大煎饼，弄个汤。家里啊，啊，干得好。那做烤熟了之后去哪里买？有门口吗？有店吗？那是那个城里的家，都让前两家都撤了。哦，撤了店，以前原来开店了哈，后来撤了。现在家里买。哦，在家里买。啊。那么你在村里边卖的话，那客户都是老客户吗？啊，都是老客户嘞，也有新客户。也有新客户。嗯。这里边挂的这一串也是猪肉吗？哎，这瘦肉。全瘦肉。哎，对。
原来那个油还不上盐，还好吃。这个啥吃啥吃啊？你这。嗯，老板热了，麻烦打开，太热了，姐姐。哎，洗手。他不熟了，我这就搞个腿儿，得了，再个腿儿。哎呦我的天，太热了。不，哎呀，咋长猪了？这个有了。那咋办？外面热点的很啊，外面这个香味很香，很香很香的。把那些花了多少钱？200块钱的。我不能几口。大哥看的是老客户介绍过了没哈？哎，吃的味道怎么样？还好，还好。嗯，没味可口，上头一个。哈哈哈。走了，阿爸阿哥。他这个肉哈，这个肉很耐看，皮足肉嫩，皮足肉嫩对。嗯。咱老板吃的津津有味啊。这个腌的全用卤的温度烤出来腌的嘞。哦，你这个外皮没上色吗？不上色，不上色，全那个卤的温度烤出来腌的嘞。啊，就是卤烤的那种豆芽的颜色。对对对，高温把油拿出来，它这样子。高温确实高温，啊，那个卤的温度，你要是锅来几十，你得是得烤多少油？啊，对对。也就是烤熟似的。水分都蒸发了。水分油脂都是烤出来了。看着一头猪烤出来多长时间就卖完了？一天没透哈，刚才吃了一块小块的那个烤肉之后，老板就给我赶了这一大块让我品尝，啊，这块这正大，看这个肉做的啊，哎，太有食欲了，上面还一层油啊，那个烤的这个肉上面有一层那个油花呀，啊，这个肉啊，看那个猪皮，这是那个猪皮烤的那个很焦很红啊。在这个刚才那个老板说，这个猪皮是没上色，没有任何的那个调色的那个什么东西，纯粹的是自然烤的那种颜色。这里边是瘦肉，外面是肥的，肥瘦相间的。这个瘦肉啊，烤的这个色泽啊，非常的诱人。味道无敌了，太香了。这个烤猪那必须有肥的和瘦的才能好吃，你光瘦的话也不好，香嫩，一种复合的味道。那个它里边腌料是很多调料，这个不用撒什么那个调味料什么的，那上面都有一层裹着一层料。我还是这样抱着啃吧，我感觉吃那个烤肉就必须这一大块抱着啃才有感觉啊，太过瘾。嗯，非常的美味可口，这个肥的。这个猪皮烤的小脆，又脆又香。人间美味啊，不然不腻，香而不腻。来日照的话，一定要到这个村里边去尝尝他家的这个烧肉，这个烤猪肉。